向往的传统市场，居民忙着采买，旁边就是天后宫，是关山镇的信仰中心。周六早上，这里就成了迎法福气站。老人家陆陆续续抵达，满心期待迎接这天的活动。关山慈济医院在中福社区成立关怀据点，由护理师陈桂珠负责。身为在地人的他，从卫生所退休后发心陪伴老人家。今年68岁的他，更能了解长者需求。老人哈，如果是你没有给他一个公共场所，给他有一个集体的地方哈。这很可惜，我觉得说慢慢跟他们亲近了，看到他们的那个心情快乐，我们会更快乐。你爸爸啊，今天来啊！大伙儿的笑声此起彼落，折气球充满童趣，还能训练手指与思考。关山镇进入高龄社会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就占了17%。陈桂珠为阿公阿嬷量身打造多元课程，年年变化。心塞啊，欢喜啊！这个阮这个老师啊，阿珠老师啊，介够爱心，介够奖励我啊，爱好啊。大家吼，咱啥物活动会使学，嘿啊，像今仔日创这嘛介好啊，嘿啊，我嘛做袂得，无带厝的吼，拢无伴。嘿，来这拢熟悉介济人啦。彼此展示得意画作，成就感全写在脸上。91岁独居的丁少宋爷爷，因为福气镇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。我书叫我们这么画，我们记到脑子里面，回去的时候咋又咋重画了几遍。从化这边的话，我们随手就可以画了。透过舞蹈训练肌力与骨骼力量，关怀据点的成立就是希望促进长者健康。用心的邀约不只吸引更多老人家参与，还带动当地民众来做志工。我的小孩子已经都在外面工作，只剩下两夫妻在家里。我又想说，我不妨我这么年轻，我也把我的时间也可以再奉献给这一些老人家。有人可以帮大家顾健康，都是因为有关山慈济医院在这里做大家的后厨兵。关山慈济医院在2000年3月15号正式启业，这一刻，当地居民盼了许久。请揭牌。小镇大家对这个医院真的期待都太久了，乡亲呢对医疗就是几条缺口，尤其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关山有一个南部横贯公路也正在施工，常常都有施工人员受到创伤的话呢，要。救治呢都要送到花莲里面去台中。关山位在台东县花东纵谷的中继点，不论往北到花莲，往南到台东，距离都约40公里。多年来，居民就一直想要在当地盖一所医院。1999年3月15号。玉里慈济医院企业，当时的关山镇长以及镇民代表主席向正言法师提出请求。我记得当时我们蛮感动的，就他这样讲了一句话，他认为，要是这在小镇能多救一个人命的话，那什么都值得了。
实早在慈济到关山之前，当地居民就集资筹建博爱医院，可是经历多次筹备，仍旧无法完成。关山人在得知慈济愿意承接后，居民自发性募款，不到一星期的时间，主动捐出建院基金约309万。目前又有全国第一流的医院到关山来设婚宴。一般要是关山有急需医疗的患者，很多都会透过我们消防系统的救护车，我们送到医院去。所以，我们能最深切感受得到的就是，早期这些救护车我们要送这些病患，都要不是往花莲，就是往台东，那个路程都超过一个小时。常常就会发生一些遗憾的问题。像我有一个堂哥，他就是心肌梗塞，他在第一时间就是，哇，还好有送来这里，马上跟他急救以后再转诊到花莲。像那种病患，你如果没有做很快的急救，绝对就是没有命了。关山慈院从起业当时就有救护车陆续送来病患，至今关山慈济医院依旧维持24小时急诊。因为关山镇就位居南横公路出口，意外事故常见的脑外伤、骨伤等等，都能就近获得适切的医疗。你需要2分钟后抵达贵院，请贵院做好准备，谢谢。然而东部医疗资源的缺乏，即使是院长也要照排班轮值。潘永谦院长一下子在急诊室，一下子在门诊间，就是希望让来到关山慈院的病患得到最好的照护。虽然是不付成本，可是我们的会计成本呢，不是计较那个金钱上面，我们是算在生命，抢救生命，还有抢救健康。为了守护更多生命，虽然每个月亏损200-300万，医院和医护人员还是坚持守护在地。潘院长人很亲切，所以老人家都很容易接受，跟他聊天都觉得很好，比较能够信任他这样子。哎，阿嬷你好，有较好吼，较袂提这爱。来自香港的潘永谦早已将台湾视为他的故乡，每一位病患他都当成家人。其中一位病患潘世福更是不计路途遥远来到关山看诊。上我看我今晚去一个钟头班啦，回来一个钟头，等于3个钟头呢。不然我们台中只不过40分钟。15分钟都到了，为什么要追到那里？这个是同样一个解决方案，我们去找一个比较关心我们、细心我们，啊，一个会跟咱讲，咱要安怎保养，这就是足贴心的啦。管膝盖上的疤痕都是潘永谦院长开刀所留下的痕迹，祥琴笑说这是他们最感恩也最骄傲的印记。潘院长，谢谢你，有你真好。关山慈济医院是社区医院，服务范围不止关山镇，还有海端、鹿野、池上以及延平乡，更有居家网诊巡回医疗。我吞一下口水啊，忍了一下，这个褥疮有进步了哈，所以现在最近翻身。目前专任主治医师只有6位，加上护理、医技、行政，全院100多位同仁扛下这个重责大任。小桌子、小椅子摆放好，药柜打开，就是一个医疗据点。护理师布农族姑娘邱孝芬说：“能够服务自己乡亲，总是开心。”
要亲切啦，因为就是都认识嘛，哎呀，然后就在那边长大的，就会想说回来，就会觉得比较好啦。开始，关山慈院承担南横公路、下马、雾路、力道三个部落的 IDS 巡回医疗，每周固定上山两次，邱昭荣就是主要执行者。我们是关山慈济院啊，民俗民给民啊，村民需要看病的啊，请到卫生所啊。今天的医师是邱医师。邱昭荣医师除了医院门诊，就是到山区做巡回医疗，对不方便来看诊的独居长者，就主动到家中访视。多年来，他几乎跑遍每个部落。对对，没错，是他。你先擦看这种，哦，这个是红藓的药膏，不错。好，我就在想说，我在这边等他们来，不如我去他们家里，然后我就会带着血压计，带着听筒，带着药。邱医师的母性特质，把每位求诊的民众都当成自己的家人疼惜，长期的关怀让邱医师不只是部落里的家庭医师，更是大家的好朋友。我们对邱医师非常的尊敬，他一来我们非常尊敬，只要他来哈，就有喝酒，我们朋友会把酒藏起来，他一定会给我们念，真的是跟了我们的土地公一样，土地伯一样。虽然邱医师已经辞世，但这份大爱由更多的医护人员接棒。老旧的卫生室当诊间，客难环境不减付出的热忱。风湿免疫科王文修医师参与计划，发挥所长。这边也是老人家比较多，那比较多是有一些退化性的问题，帮助他们建立比较正确的一些观念，那对他们整个身体或健康来讲也会比较帮助。2009年莫拉克风灾，南横公路对外道路中断，医护团队仍然想尽办法搭直升机或是走路进到山里，不让医疗中断。不晓得路况好不好，那怕到不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兵分两路，那比较重的跟药物哈。那跟医师跟护士哈，那就属于直升机。OK， 好，感受到了。医师上来，我们才看病啊，要是没有的话，看家里有剩的药就随便吃一吃这样，还是有医师上来比较好。没有上来，老人家也不方便下去啊。后力道便桥经常被冲毁，医护人员甚至背负着医疗设备搭流笼涉险渡河上山看诊。尤其是心脏病啊、高血压之类的，还好那一次呢，就是他们医疗队都把那个药品这样背上来为我们看诊。那这种高血压、糖尿病的药，哦，就不能缺太久，因为那个每天都要服用，血压高，哦，太高的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。他们真的很辛苦呢，而且他们有爱心，有时候这样子来这边，无论下雨都会来，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服务啊，也不错了。
晚时分，王文修医师等人准备下诊离开力道。这边要休息了吗？然后我们就是等一下会去吃晚餐，然后再到那个乌木根向马部落，然后看叶子。要下山开车是更困难。那现在就是整个那个南横公路，它又有工程，然后又容易塌方，就是所以更增加的就是他们军的变形。所以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看着吗？对，看一个叶子，另外是这边过夜。部落的那个老人家，他们是跟我讲是非常的满意，他们说希望这个新闻医疗要持续下去，尤其是慈济医院的，因为他们说他们对我们这边的老人家很亲切，非常照顾。带着一对子女走进来，因为三个人都感冒了，白天忙着农务也没办法下山看医生。有了巡回医疗，村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台东县是全台湾医疗资源最缺乏的地方。小镇医院的贴心就是照护的范围没有局限在诊间或是病房，居家护理正是医疗网络的延伸。我要去池上。要去池上做什么？我去换管路，去换尿管。的问候就像寒冬里的阳光。88岁的阿嬷使用导尿管2年多，为了避免感染，每个月都得更换。对行动不便者而言，经常出入医院是一大工程，居家护理解决了他们的困扰。有一些那个卫生方面的，他都会跟我们讲，我们帮助我们了，讲有当时啊，无用通送伊去病院吼。去换迄个尿管啦，啊伊来啊，呢，加较方便啦。你扫有痰无，阿妈？有无？啊有痰无？无。啊药都吃完了。边记录用药边卫教宣导，孙美琪投入居家护理已经10年。因为照顾家中长辈的经验，更能同理家属感受。他晚上有打。听听他们的心声，说哎，照顾上有没有什么困难？这样，你既然是在做护理，那你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这样。你不怕、啊？哎呦，肾脏。关山慈院护理师孙美琪定期为卧病在床的阿公阿嬷们送来温暖，定期追踪，无微不至的照护，也让她成为患者与家属的依靠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2001年，关山慈济医院开启居家护理，服务范围扩及关山周围乡镇。护理人员发挥专业，把健康带到社区与疗养机构。目前照顾将近70位病患，以爱守护，希望把温暖传递给每位乡亲。
生。关山慈院所服务的范围，连同周边乡镇不到4万人口，但守护健康不计成本。2004年2月成立妇产科，10年来接生的宝宝也已经超过270位。今天是我们的慈济关山分院的第一个小孩子出生，那我们希望说，在往后我们提供更多妇产科跟生产服务，跟附近关山的那个居民。2011年8月，关山慈院成立中医科，由一群优秀的医师志愿驻守偏乡，提供专业的中医服务。好，OK。病人回馈给我们的，哦，这是我们非常喜悦，哦，所以让我们在偏乡，哦，一直在服务。属台九县南下331公里处的这间乡下医院，虽然是小医院，但服务不打折。守护后山健康11年的院长潘永谦，用心的付出也让他在2014年荣获第24届医疗奉献奖的殊荣。庆15周年庆，关山慈济医院特别举办路跑活动，来感谢社区民众对医院的支持。鸣枪响起，奋力往前冲！参加的民众有阿公，有小孩，享受沿途田园风光，也一起感受健康洗礼的喜悦。透过路跑活动，除了能促进健康，也让医院和社区这两个后厝逼的情谊更贴近。偏远医疗设立不因人少而缺席，15年来关山慈济医院一直陪伴偏远乡亲为抢救生命而努力，而这个使命未来的每一天仍然会持续下去。妈妈